莫名其妙记忆发酵历史，台湾补习天王吕 Sir 爆红。大家平时上历史堂系咪觉得好闷，唔想上堂呢？又三角鼎立，又古罗马时代，又乜乜又乜乜，仲有成千上万历史人物要记啊！听落都真系烦死啦。不过喺台湾就有好多学生鍾意上呢位台湾历史科补习阿 Sir 吕哲嘅堂啦。虽然呢靓仔就冇佢份，但佢上堂讲得好鬼生动㗎。网上仲有好多段佢教学嘅片添。好似呢段教技术古罗马历史年代嘅片里面，佢就搞笑咁话睇 Discovery Channel 就可以轻松咁记得㗎啦。这段搞笑的莫名其妙记忆法在网上非常受欢迎，他用狮子食鹿作为午餐，叫同学记得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灭亡年份。段片还有65000多人点击过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 worth 先。狮吃鹿一次午餐，狮吃鹿一次午餐，刚好476 1453。呢位红白嘅女 Sir 仲有自己嘅个人 Facebook 专页，有超过100000个 fans， 自己个人 Facebook 啊都有超过130000人追踪佢啊，人气好劲，而且人红仲有另类福利添。高中生唔教我教，对我们国中生基本上我们在教国中，我们不算老师，我们算选手师。唔怪得知近日台湾综艺节目《国光帮帮忙》都揾佢上节目抢收视啦。FacePop 一开即红，快啲下载！猛片如云，寒料最强。